生来真侪房产，伊落破工业，可以无严讲，哎呀，无提供，麻烦将之类的人的声音互你听着，信任的声音，听着迄个美水的声音，你上帝之家，听阮的祈祷，主要受你的圣名。这是叫做改变世代的一礼拜圣酒，从今天就开始张秋节礼拜日，耶稣徛如入城，那个人已经很坏。第二天主耶稣入圣殿拜祭，洁净圣殿，拜二，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耶稣的脚。拜三，犹大去找迄大祭司，甲伊帮伊，要用30块钱将伊先生甲买回。拜四，主耶稣甲伊学生三个食迄个油啊，找人家主耶稣甲伊洗脚。交代伊新的概念，讲伊就三件，啊，然后出来说话啦，呀，对呀，无困，上去这个所在，上去那个所在，这个要改新，那个要改新，拜五定时的，早起九点到下晡三点等开，拜六主要说父母来静静，经过一日。阿礼拜日答应过啊，所以四福音吼，用1/3的篇幅来记载这个最后说最后一礼拜。啊，这四福音在记载最后说受难的时阵吼，伊讲伊国去看的山顶啊。不是一个十字架，至少有三个十字架，还有三个人钉在那里。啊，今天早起来要看这三个十字架。头一个十字架，应该是主要说道明那个十字架。圣经无甲咱讲是，到底是新人讲什么，还是道平，还是正平？圣经有解讲，一个定道平，一个定正平。但是路加在记载这项代志的时阵，伊先讲一个定道平，啊，一个定是正平，啊，然后这个道平这个人，咱推测哦，伊讲这个人开始讲话。啊！因为头前伊讲一个是道平，一个正平，咱推测应该是道平人迄个开始讲话吼。啊，这个人是什么人？伊是一个大贼，伊是一个大贼，欠债是杀人，欠债是放火，欠债是奸淫。无论怎样哦，伊犯着这真重的罪，人家会该定死伊个。啊，这伫罗马用来处理这款重大罪犯。诶，刑法甲个处死诶，这个办法，伊是一个该死的人，伊罪有应得，伊犯这么重的罪啊，应该就将伊处死。啊，真侪人话要死的时阵吼，伊会悔改，伊会知错。有时阵人到要死的时阵，爱讲一寡好话。人讲人之将死，其言亦善；啊，鸟之将死，伊讲伊咧哭时阵啊，真正悲哀。总是这个犯人，却毋是这块，伊犯着遐尼啊大个罪，罪有应得，互人定死伊个。伊是就无一关悔改在罪的心，毋但是安尼啊，伊阁用最后迄一口气。来这讥笑，来这侮辱别人，
啊，中间伊一个基础，一个辅助的人，就是伫伊身边迄个主耶稣。伊讲伊就是上帝的囝哦。爱讲恁着得受个，落来叫你家己嘛，通救阮身边遮个人。怎样一个人会到要死的时阵，还阁遐尼啊热心，到要死的时阵啊，还阁伫咧讥笑别人，还阁伫创敌别人，还阁伫咧侮辱，这个敢无良心？伊良心伫倒一位？我想伊本来也是有良心。啊，总是因为伊一摆又再一摆。违背伊的良心，到到一个时阵吼，伊的良心已经失去抵抗了，伊良心已经麻木了，伊良心已经不仁了。你知影咱的良心是一块，头一摆咱做唔对的时阵吼，咱心内真无平安，啊，咱的良心敢若想要甲咱讲话，要甲咱控告。啊，你若唔听，啊，佫一摆佫一摆，渐渐你的心哪来哪去，到到一日了，你的良心失去抵抗，失去感觉。我想，这个就是迄个强盗的处境，甲伊的悲剧，伊的良心已经麻木不仁了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让圣灵伫你心内就甲你充电，啊，你感觉你应该就信。啊！你哪个在眼前，哪个在眼外？一日过一日，一个月过一个月，一年过一年。你就听圣灵的声音，听这圣灵在你的良心内对你所讲话的声音。有一个基督徒，有一个朋友，还佫袂信主，啊！伊一摆吊工去谈，劝伊讲着信主。啊！伊这个朋友甲伊讲，我遐无闲，我遐尔啊侪代志哦。我听候我最后一点钟才信主嘛，啊，搁来得及。圣经敢是讲有一个强盗是这款的情形。这人讲，你是讲多一个啊？是正平迄个，还是多平迄个？因为一个到最后一分钟、最后一点钟哦，伊还无悔改。啊！这人真了过道，伊个心内真无平安。我是倒一个，是这边一个，还是那边一个？啊！迄个伊谦卑，为自家己将伊心奉献了出。这是头一个十字架，执我不我，执迷不我的迄个十字架。咱就来看各另外一个十字架，好无？这应该是主要说正定迄个十字架，小主头一个十字架哦，是执迷不悟的十字架；第二个十字架是悔改得救的十字架。伊有做唔对，还是做唔对？伊有犯重罪无？还是犯重罪？头一个完全受伤，欠债杀人，欠债放火，欠债强奸。啊，总是这人哦，面对死亡的时阵哦。伊的心情、伊的心态改变了，等于面对死亡，爱受着死亡后面有隐形，啊，有一个创造的上帝伫遐，我怎样徛伫这个上帝面前？啊，这个十字架顶，这个另外一个强盗，伊也看到伊身边。定是十字架迄人，甲别人真正无相款。等于定十字架时阵，伊是迄款的安静；等于定十字架时阵，伊是迄款的顺服；等于定十字架时阵，伊无埋怨，也无搞笑。并且伊看到这个人，敢若真有一款的风度，无亲像一个普通的人，亲像是一个最王的人。啊，是一个有身份的人相款，啊，伊感觉这个人确实甲别人无相款。啊，伊伫迄个时阵，请着隔壁这个强盗，伫咧
伊是伫咧侮辱主耶稣的时阵啊，伊讲伊怎哪安尼？伊讲伊嘛是做唔对，啊，你应该着受刑罚，啊，咱两个人拢总是相反，啊，这个人哦，无做啥物唔对的代志，啊，然后咱拢都知影，啊，伊甲主耶稣讲，伊讲伊德国降临的时阵哦，请你着纪念我。伊讲的话，包括三观的听众，头一个听众就是伊，另外一边迄一个强盗，伊讲你嘛是做唔对，啊你敢无惊上帝吗？第二句话是对伊家己讲啊，而且也包括迄另外一个强盗，伊讲咱所忍受的是咱应该得到。啊！伊讲这个人无做啥唔对，啊！第三句话是对主耶稣讲的，伊讲你德国降临时阵，请你纪念我。在这简单几句话中间，咱通看出几项物件，有敬畏上帝的心，咱通看见有悔改的心。伊讲咱所忍受是咱应该得到，咱得到所应该得到的报应、甲审判、甲刑罚。啊！咧，直接几句话中间，让人看见有信心啊！伊讲这人，这人无做啥物唔对，啊！伊个讲，伊讲你若德国降临的时阵，有你即刻就纪念我。主要说听一个祈祷。主要说跟我今天一个来宾，你得到要跟我三个字。今天你龙门的来宾，你要跟我三个字。我拄仔在四福音嘛，拢总记载三个字。四福音拢总记载，建议主要说身边有两个强盗啊，啊总是中间啊，就这样记载。这个强盗跟主耶稣的对话，啊，这个人就是路加。路加以前，以前人哦较细心、较注神，就记载这项代志了尔。啊，记载这个贼所讲的话，啊，跟主耶稣所给伊的那个回答。主的话吼，带予咱希望。主耶稣通赦免罪，赦免罪。这个话也带予咱希望啊，各款的罪拢总通赦免，轻的罪、重的罪、故意的罪、无意的罪，啊，说出主耶稣来通赦免这个伊身边迄个强盗的罪，伊也通赦免你的罪，赦免我的罪。而主耶稣的这个答案，也甲咱提醒。关于救恩的几项代志，要怎样得救？不是靠做好事，不是靠修养，不是靠礼拜参加真侪教会聚会，不是靠捐钱，不是靠帮衬送佣人，这些代志是好事，这些代志啊，咱通做，这些代志咱应该做，总是这些代志袂当予咱得救啊！因为主要说身边迄个强盗，伊无机会通做这些代志，兼且伊也毋捌做这些代志。啊，总是主要说讲今仔日甲我三甲伫龙门来。主要说一句话啊，提醒咱一项代志，到底咱听下话句才会得救。主要说讲今仔日。你能跟我三个在路旁的来，今仔日你离开世间，今仔日你死在这个所在，啊，总是不是你归途，你有一个较好、较水的所在，啊，迄是我为着你所有病，迄、那个路旁的所在。各位兄弟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今仔日信主，啊，最后说也是相关，也是带，也是两种是相关的福音。什么时阵你信主，什么时阵你得救？啊！咱这现在看第三个是，用迄个是，
头一个十字架是七月半五的十字架，第二个十字架是迄个悔改得救的十字架，啊，这第三个十字架是啥物？是一个赦免救人的十字架。中这十字架迄个人啊，是独一之上的中间独一，唔应该是十字架。啊，总是愿何人定是十字架顶的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伊照完定死伫十字架顶面呢？因为遐宗教的领袖万道，遐文殊祭司万道，因为伊一个学生终于出卖，因为伊要显明天父上帝请，啊，佫因为伊要担当世间人的罪恶，接受世间人应该是即个报应佮刑罚，啊，总是佫有一个原因。伊就是你的，因为心甘情愿。伊甘愿做起项代志，甘愿顺服天父命令，啊，甘愿为着你甲我的罪恶放下性命。伊敢毋是讲我通找求天父，通找十二下的天使，就我去。总是无，这是因为原因，伊个行业是一定好啊。我是因为管理管理，啊，总是无。伊心甘情愿，为着你，为着我，就是你个，担当你甲我的罪恶。我读着这短短的歌，伊讲十二个是家己个，啊，这歌词个内面，伊讲。当伊来世间的时阵，人只有一个马槽；啊，当伊要入亚瑟林城的时阵，人只有一只驴啊。啊，总是伫各国他的顶面，迄十二架甲伊头壳顶面所戴迄个王帽是伊家己的，是的。伊讲迄个十二架是伊家己的。这十二个是咱地球的地步，啊！这十二个顶面，上帝表扬伊的听；而这十二个顶面，上帝公义还通得到满足。这十二个代表一个真贵的代价，上帝将伊独生的囝为着咱牺牲，为着咱放杀；上帝的囝为着咱劳力放杀伊的性命。啊，这是一个真贵的代价，因为生命是无价的。有影救恩是免费，啊，上帝要拯救恩予人。啊，总是救恩，唔是便宜，唔是俗。Salvation is free， 还是那钱？这个是一个。要求我们做出一个回应，救恩最后所已经完成了，啊，上帝要将这个救恩当做怜悯白白给我们，啊，若有人要将怜悯送给你的时候，你就创啥？伊讲无啊，偌济钱我给你，我可以做大好事，等有人。生意要送伊礼物的时候，你就通做晓得，一手出出来，啊，对迄人、迄个所在接受伊个礼物，这就是信心。信心是啥物？信心是接受的手。咱也可以负债，咱也可以负债。上帝袂强迫一个人接受救恩，啊，上帝予人有自由的意志。啊，总是耶稣，若是一个人真正善意要送伊礼物，从这礼物带来到你的门口，徛在门口一下在敲门的时阵，你唔插，你也唔该开门。我想你对这人真正无礼数，啊，你让这人感觉真正伤心。救恩也是相反，啊，上帝要从这救恩下来，所以直接各个台顶面有三个十字架。道平迄个十字架是七月半五的十字架，
证明迄个十二个是一个悔改得救的十二个，啊，中间迄个十二个是赦免救人的十二个。道明迄个十二个是死在罪恶的中间，证明迄个十二个是对罪恶来死，啊，中迄个十二个是为着罪来死。道明迄个十二个是 dying in sin， 证明迄个十二个是 dying to sin， 啊，中迄个十二个是 dying for sin。道明迄个十二个定着一个犯罪的人，一个人唔愿悔改，死了。正边迄个十二个定是一个圣徒，什么是圣徒？一个得着赦免的罪人 ，saint。啊，中迄个十二个是主要所提到 ，savior， 救主。中迄个十二个，将世界人分成两边，两千年前是一块。啊，今仔日也是一款，中的是二个，要将世界人分成两个，一边做唔到，啊，总是悔改得救；一边做唔到，唔悔改，到到最后一分钟，犹原有心，你是倒一边？道平迄个，还是正平迄个？有一个故事无伫圣经内，啊，总是关于圣经的人物。这人的名字叫做巴勒巴。有两个人的名字真近哦，你唔通给拍乱掉。一个是巴拿巴，一个是巴勒巴。巴拿巴，啊，一个是巴勒巴斯。巴拿巴是好人，啊，这巴勒巴是强盗。啊，圣经咱听到巴勒巴这个名，主要说在彼得多面前受审。彼得多心来心去，切无通主要说什么罪。伊的太太又讲昨暗做梦，叫人来给讲，你唔通冲这个人，唔通惊这个人，这个人是无辜的。啊，彼得多心内真正无平安，直直想办法，看有啥物办法，通可以偷放主要说。啊，落尾伊想着讲有影，因为一个风俗哦，到啊这个时阵，这个大水期的时阵哦，伊通偷放一个人。伊果唔决定，伊话正人问，伊讲你要甲我偷放倒？啊，一个是水亚索，啊，佫一个是强盗巴勒巴。伊讲你要甲我偷放倒一个？但侬要怎样来决定？这正人经。叫伊偷放巴勒巴，啊，将主要说丧尸、丧尸是个定义。啊，这个故事无伫圣经内，伊讲巴勒巴毋是得到自由咯。啊，到迄一日要定时伊个时阵，真侪人伊个所在伫咧观看定时伊个这项代志，干那伫看老者。啊，伊讲伫这真侪人个中间，巴勒巴是中间一个。爱看到迄个国家，他一定有三个十二个。看到道平迄个，讲这就面色面色啊。敢若前摆甲伊讲到的，摆甲伊做着代志，伊看到正平迄个，伊讲迄个也是面色面色。啊，然后伊看中间迄个，伊讲这个新鲜面，我敢若唔捌看到啦。到底这人是什么人？啊，所以问遐边啊。伊讲，道平迄个我捌了，正平迄个我捌了。伊讲中间迄个是啥物人？啊，人就看出来，哇，就是巴勒巴，就是迄个大贼，啊，就是迄、那个，哦，是这个啊，先进的套房的。啊，这人来讲，伊讲道平迄个哦，你若唔捌伊，不要紧。伊讲正面迄个，你两百里也是不要紧。爱讲中间迄个哦，你千千都百里，你袂做你袂记，因为退避死。
这个故事，伊是讲爸爸迄个时阵，心里正受感动。伊才知影讲，原来迄时阵哦，那毋是因为水压所，伊是该死，伊有人送一物件，啊，总是落尾，因为水压所死，伊得着主。啊，伊讲爸爸真正受感动，啊，从走去读伫个水压所表面的时阵，对，啊，伊讲水压所。这是一个会留下来啊，纪念这个八六八的这头壳的顶面，啊，感觉讲，伊规心内、规身躯所有做，拢用得到下面，啊，伊心灵非常的轻松。啊，这个故事讲这八六八，离开各国家了，变了一个人生就新的开始。啊！伊常常讲一句话：“伊为我死，我为伊活；伊为我死，我为伊活。”我问一句话，还是你所会讲的？啊，一句话，真侪你人生的座右铭，啊，真侪你服侍上帝动力甲原因，伊为我死。阿道上的引导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大听，特别是在圣酒的时阵，我们拜这条提醒。虽然阮不是用刀，也不是大餐，啊，总是其实在你的面前，阮都拢唔对，拢总有戒心。因为阮顽固，阮骄傲，阮夸口阮家己，阮追求世间的名利，啊！我搁一摆看到中迄个时阵，阮的主为着阮放下性命，流血，就阮叫伊，互阮搁再一摆谦卑来到家己面前，啊！互阮领受，伊为着阮所有被完成。这个救恩的意义，并且让我心内常常有一款感恩报恩的心，知影伊有着阮心，阮感恩有着伊来话，听阮的祈祷，让最后所有的圣灵归给。